应该再买个大帽，这帽就完全够用。我说嫂子，哎，行，上车吧，上车吧。让他给我，让他给我拉到那个拔萨城那块儿，咱不差这十分八分的啊。奶罐糖不能拍一发二吗？那个、不是，那个、是拍一发一的啊、哦。那个就是一斤的，因为那个糖特别贵。咱实话实说，哥哥们，那个糖特别贵，咱就混合糖，里面也有奶罐的。你愿拍的话，你可以拍一个粉混合的，啊、拍一发两斤。戴手套不能就不能乱摸了。咱没上刺刀的，咱把那个混合糖没拍，咱自己家大哥大姐也拍了一单。有点走吧，我这多起那鼻涕木闹个，咱有点。有小气的是谁？小气的人。不懂得一个大大的宝贝，看着比东北冷多了，那比东北是冷多了，兄弟们。东北这天，文龙怎么还不走呢？还很困，怎么办？还想看文龙直播，还很困，那就看一会儿吧，来看会儿吧。咱就把这个混合糖，自己家大哥大姐没拍老铁，咱就拍一单，拍一发两斤的俄罗斯真正好吃的糖果，啊，100多款，里面有士力架呀、奶罐糖啊，啊，啥样糖都有啊。俄罗斯是左胎车吗？它远东地区右舵比较多，正常我们这边包括靠欧洲，左舵车就跟咱国内是一样的啊，右舵车几乎没有，全都是左舵，冷空气都是那边过来的，那肯定冷。那对呀、啊，先是西伯利亚，然后从西伯利亚那边老铁急剧寒流，然后往文龙这边来，不是对，往我这边来，然后再往国内那边走，这都是西伯利亚冷空气。对，古达，对，没事，修达斯拉都不是。嗯哼，当时不过来去就行。077回来了，077是那老娘们的，对，那老娘们的，看我一猜就那老娘们的，可横了，一会儿他在按喇叭呢，你瞅着吧，兄弟们，这老娘们可横了。我老喜欢下雪天的，我也喜欢漂移。啊、嗯，我的天，可惜我的，哈哈，妇女主任就是不一样，咱看一看是特别损。人家车都拐过去了，兄弟们，他还没拐过去呢，走吧。零下有30度吗？零下今天还行，今天不是特别冷。我的贵宾呢？呀，我操，猛禽，兄弟们，我操，猛禽，家人们。我喜欢的车，我操！杰瑞，嗯，我就猛禽，咋？文龙地上没有那啥吗？你在北京，570文龙60W，咱把那个赞没帮老弟咱点的，咱点一点啊！过几天我就不行，我就换猛禽了。好的，两斤啊、哦，拍一发两斤，真正好吃的糖果，俄罗斯100多款，咱们挑选出这20款来啊，能干的自己家大哥大姐必须拍了一单，给自己家孩子啊。龙地上没有线标吗？没有，他们这地方就探头啥都少啊。你看，比如这行人，那这减速带啊，他们这个地方就是你就可就行了啊。也买个车，你完了再猛也是货车，15年报废。俄罗斯你随便开啊，俄罗斯好像没有报废年限，应该是啊，应该是随便开。文龙车防滑垫嘛，它这个轮胎上面冬天的钉，雪地胎上面加了一层钉子，说明钉子胎。大猛禽真好啊，那大猛禽真挺好。开费为止，对，俄罗斯是开费为止啊。这是奔驰的 AMG 4S 店、啊、奔驰的 AMG， 呵呵，司机兄弟们有力啊！你看，你听到兄弟们刚才那个车嘎嘎有挠地，你听这大 G， 我家邻居吗？423吗？3个7捏的，我的呢，给你好看，3个7，明白？跟我家小县城一样一样的。对，龙，你雷克萨斯呢？哪修去了？今天修，明天、后天能修好啊？后天，我龙拖拉机也跟一起跑。对，这就是俄罗斯嘛，这是。啊，一年四季冰天雪地吗？8个月吧，每年的10月份开夏，10月份啊，咱就打11，咱11、12，1、2、3、4、5、6，8个月。你说，你在做什么？你在干啥？你说你在干啥？你在干啥？对，你在干啥？文龙干啥呀？文龙在干啥呀？文龙在干啥呀？对，确切的是，文龙你在干嘛？文龙在干啥呀？文龙570怎么的呢？怼了570，昨天让毛子给怼了。等你开个婚戒吧，肯定能赚大钱，拉倒吧。我都能让粉丝忽悠死啊！开婚戒你先那么好开的呢，费用老大了。咱就把这个混合糖自己家大哥大姐来拍一发两斤的俄罗斯100多款的糖，挑选出这20款啊！没拍的老铁，咱一人上波刺刀来，兄弟们。有的学苞米啥语言？他学语言学的挺快的。龙，你家是哪个县城的？我家明水县的，黑龙江省绥化地区明水县。有的你去跳舞吧啊！我走了，拜拜。我家鸡西的，你没有劲儿。文龙上次也是这里，不是他从那边老铁是直接拐弯了，他家在这面，他从那边直接跳舞。他今天是新年以后第一节课，今天晚上定的是从8点到晚上10点。刚才搁家非闹吗？这他去都迟到了啊。嗯，
他九分钟，还有现在还有八分钟，够呛他开过去了，还够呛他开。俄罗斯人对时间观念还是比，就是你看他慢磨蹭还是比较理智的啊。俄罗斯人还是不喜欢迟到的人啊，所以在俄罗斯一般他们的人都一般都不喜欢迟到啊。王龙有点不上班，今天上班，兄弟们，他今天上班去了。咱自己家大哥大姐们啊，把这个混合糖能拍的一定要一人拍的一单，拍一发两斤的，是真正的俄罗斯好吃的糖果，也算是高端的了。一百多款的糖，老弟给你们挑选出这二十款来。冷小着急了，俄罗斯神车尼瓦那车怎么样？那车怎么说呢，兄弟们，有钱没人买它，你就记住一话就完事了啊。有钱就上山，老铁，再玩的话你没人买那玩意儿啊。都是说白了就是沾点，就是说想买个小吃吧，还没事还想玩点小越野。你这大五七零算不算，兄弟们，你自己瞅瞅，那等都不用等灯，那光光给油就是走。看这个车应该是柴油的，汽油的，汽油的，兄弟们，这五七零汽油的黑车多亮啊。五七零这车在俄罗斯来说，我当时听粉丝了，我要不听粉丝，我当时我就干白的了，不是，我当时我就干黑的了。咱家粉丝去买一下，感谢这个铁送来礼物啊。龙说五七零哪有买黑的，人国内全买白的，我现在就干个白的吧，当时就干上了啊，要么就干个黑的了啊，把这黑白老铁都买了，已经那回事了啊。国人老铁去俄罗斯找女朋友，怎么说呢，兄弟们，咱家粉丝，你看龙这人实不实在啊？要感觉实在的话，公屏上打个实在，帮我点点赞就行。女朋友也好，老铁们什么也好，你永远记住一话，别人介绍的婚姻他长不了，真的，我说的是实话。就是文龙给你介绍一个你也过不长，为什么呢？有很多粉丝说了，因为你别介绍的，首先说我跟女方说，我说我有个哥们儿，那小成有钱了，对吧，家干啥干啥的，个可高了，长得还精神，这么地的人，小女孩就知道你这个为人了，家里有没有钱，这么地的，有的奔你钱来，老铁支持。你看这是保镖店，不是保镖，这是珠宝店啊，这是什么牌我也不知道啊，这是啊名宝，这什么玩意儿，这什么店，老铁，这什么玩意儿，劳力士，这边店马上开业了啊，这个是劳力士，预计今年大概夏天嘛应该能开门了。所以说什么意思呢，自己来自己处，对吧，你比如说你相中哪个饭店服务员了，长得嘎好看的，你通过你的行动方式去追求他，你通过你的各方面你去，对吧，感化他，你这样子的爱情，老铁，你是长也好是短也好，你自己能把控得住啊、嗯。所以说不要需要就龙你开婚姻介绍所，开这个还那，我告诉你兄弟们，我开我他妈是骗人，初期我可能是为了一个好心，后期就商业化了。为什么很多的国内老那个非诚勿扰啊什么什么这个频道大频道的相亲又相约都黄了，你前期老铁肯定是整几个小名模浪刀的可能骗人，后来一看骗不了了，垃圾不倒吧，对不对、你这你像这小姑娘，你比如说今天咱我这好哥们跟我在一起来溜达了，啪叽三根签，对吧，简单要个联系方式，看老妹儿漂不漂亮啊，长得精不精神就完事了啊。这俩小玩意儿老铁长得绝对是漂亮，叫金发、走在这种俄罗斯的大街之上，对吧，来吧兄弟们，咱们此时此刻现在在于俄罗斯的第三大城市叶卡捷琳堡啊。然后那个刚走进直播间呢，咱没点赞的帮主播咱点点赞，最近这人气啊也从来没突破过两千，今天文龙也是三生有幸，看看咱今天也是新年以后第一个愿望能不能突破上去啊。这要穿衣服跟我是同款吗，同款兄弟们，同款啊，这也现在是比较火的一款衣服啊，这要穿老铁应该是比我有气质，瞅的就比我有劲啊，这要穿衣服一瞅就比我有劲儿啊！这俄罗斯酒瓶子满大道随便乱扔，看着没，兄弟们，这素质吧也并不是想象中那么高啊。然后咱把那个混合糖，兄弟姐妹们，一百多款的糖，老文龙给你们挑选出这二十款来，一百多款挑选出这二十款非常好吃的俄罗斯的高端的混合糖果啊！咱中国马上快过年了，给自己家孩子，包括放自己家里头，能拍的兄弟们，咱也拍了一单非常好吃俄罗斯好吃的糖果。